师傅，你这个技术。 边玩手机边，带这么多定时炸弹。30公斤一瓶吧，400来斤吧。400来斤，这个车能拖那么多吗？都这样拖的吗？这都是空的。满气的瓶子一般能拖几个呢？40个。那每天都这样拖？啊。你没考虑安全呢？我也想安全了，我也开宝马了，那安全我卫生活。那少拖一点不行吗？那我去电瓶的，究竟那电我要多少块电瓶？